这个刚才呀，这个帅小伙在朋友面前炫酷，用意念隔空开瓶盖，他是怎么做到的啊？我今天就给你一个详细的照相，注意看了。您在朋友面前、朋友聚会的时候，虽然用牙齿开启这个瓶盖非常的方便，但是有您朋友坐在旁边，您就给他炫酷一次。我技巧告诉你啊，您只需要给我做一个这样的动作，就把这个双手给他搓热，给他搓热以后，摩擦气垫，3、2、1，瓶盖瞬间的开启。这就是一个隔空开瓶盖的神奇小手法。您真正要学到这个技巧在哪里啊？我把这个教学呢已经是整理好了，就在这个左下角，点开您就能学会非常炫酷的撩妹小魔术。